就这儿，干嘛呀？我忘了，没预约根本进不去。你确定他在这儿吗？我当然确定啊，刚他一特好的朋友发朋友圈了，他们俩在里头练马呢。这孙子都躲我一个星期了，没预约怎么就去？哎，真的进不去。 这边，那是核桃吧？就这儿。哎，那是不是啊？哎，啊？这是我第一次进女厕所。真的？啊。你这么容易把第一次给我了？你看，我就说是吧？